哎，这关视频呐，please。大家好。我们从今天晚上开始开一个新课，圣智，它的英文名字是 Divine Providence。这本书呢一共18章，但是第一章就很大，有的章好像稍微小一些。第一章很大，大概光第一章我们就要讲8次，甚至要9次。这个今天的就是统统是一个题目，就圣智，就是主的圣爱与圣智的治理。前面是治理的意思，后面是智慧的智啊，圣智这是智慧。今天是第一课之一啊。为理解何为圣智，明白主的圣爱与圣智的治理。知道下列观点非常重要，与该主题相关，涉及圣爱与圣智的这些观点，在我的书里已做了说明。在主内，圣爱出于圣智，圣智出于圣爱，需要把视频都关了，请把视频都关了。圣爱与圣智只会存在并显现于由他们自己创造的其他事物里面。圣爱与圣智创造了宇宙万物，宇宙万物是圣爱与圣智的接受器皿。这个所有的这些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事物，每个里面都是一个器皿，就是它里面都彰显了圣爱与圣智。圣爱与圣智呢，都在它们里面存在着，所以这些事情每一件事物都可以认为是它一个。是一个盛装圣爱与圣智的器皿。主在天使面前显为一轮太阳，从那里发出的，请把自己的视频都关了，把视频摄像头关了啊。从那里发出的热就是圣爱，从那里发出的光就是圣智。从主发出的圣爱与圣智形成一体。这个在史威登堡的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从主所发出来的光是智慧，哎，它的热呢是爱，它的爱也就是热，哎，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讲得非常清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上帝就是爱和智慧，哎。他的爱是以热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他的智慧呢是以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就像太阳一样，它既有光也有热，而这两者是一体的，分不开的。永恒之主即耶和华从他自己，而非凭空创造了整个宇宙及其中万有。请注意，我们。那个宇宙大爆炸学说，所以这个宇宙是大爆炸来的。但大爆炸以前是一无所有吗？绝不可能，绝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哎，通过这些观点，连同《爱与智慧》这本书里面关于创造的论述，的确可以表明。所谓圣智，就是主的圣爱与圣智的治理。然而，由于在那本书里面讨论了创造本身，
没有讨论创造之后万物状态的维护及主的治理。因此我们现在将讨论这一主题，我们在这一部分将考虑对受造物中圣爱与圣智，或者说叫做神性的良善与神性真理，他们结合的维护，怎么样维持他们的结合，并按下列顺序谈论这些问题。这些顺序是怎么顺序呢？第一个就是宇宙及其中万有，从总体到细微，皆由圣爱通过圣智创造。第二，圣爱与圣智作为一体从主发出。第三，这一体以某种方式呈现于一切受造物上。第四，按照圣智，一切受造物无论整体还是部分，皆应是这样的一体，就是圣爱和圣智两者是在作为一体结合而存在的。若未如此，则当如此。如果不是那样，如果不是这个状态的话，那么它肯定必将就成为这个状态啊。这个没有成为这种状态的，只是暂时的，不可能是稳定的。在必将发展成这种状态，就是圣爱与圣智是合在一起的。在任何一个事物里面都是这样存在的。请把自己的摄像头关了。爱之良善，只有与智之真理，智慧的真理啊，结合才是良善。智之真理，智慧之真理，只有与爱之良善结合才是真理。啊，这个就反复的这样讲，就说它两个就绝对不可能分开的。必须是一体的，必须是结合的。位于智慧之真理结合的爱之良善，本身不是良善，但貌似良善。位于爱之良善结合的智慧之真理，本身不是真理，但貌似真理。主不容任何事物处于分裂状态，他必然是要么处于善与真，是良善与真理的结合，要么处于恶与假，邪恶与虚假啊，要么是前两者的结合，要么是后两者的结合。处于善与真的事物是真实的，处于恶与假的事物是不真实的。主的圣智使一切邪恶与虚假都能促进平衡、对照与净化。这一句还是真是需要琢磨的。这样的结果是促进其他人里面良善与真理的结合。啊，一会儿我们会讨论这个概念，是为什么，怎么样理解这个概念。宇宙及其中万有，从总体至细微，皆由圣爱通过圣智创造。爱与智慧一书，这个书呢，在我们把它翻译成圣爱与圣智啊，圣爱与圣智，这个就是这个书在这儿它翻成了这个爱与智慧，但是我们总的来说，我们得开会讨论，这个书呢就把它翻成圣爱与圣智，而不是爱与智慧。啊，它英文就是 divine love and wisdom。爱与智慧一书说明了永恒之主及耶和华本质上是圣爱与圣智。啊，它是神圣的爱与神圣的智慧。他从自己创造了宇宙及其中万有。由此可知，宇宙及其中万有，无论总体还是细微，皆由主的圣爱通过圣智创造。哎，他的爱要彰显是他的目的。他怎么样创造宇宙呢？他通过他的智慧啊。该书还说明了，爱离了智慧，什么也做不了。智慧离了爱也是一样。因为爱离了智慧，或意志离了认知，无法形成一个单一思想。
事实上，他无法看见、感知，甚至说出任何东西，因而什么也做不了。同样，智慧离了爱，或认知离了意志，也无法形成一个单一思想，他也无法看见、感知，事实上说出任何东西，因而什么也做不了。因为倘若从这些行动中拿走爱，就不再有意愿，因此不可能有行为。人在行动时尚且如此，作为圣爱本身与圣知本身的主，在创造宇宙及其中万有时更是如此。意思就是说，他在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他不可能把他的爱和他的智慧分开，不可能是只有爱没有智慧，或者没有只有智慧没有爱，都绝对不可能的，就必然是同时存在，合为一体的。宇宙及其中万有，无论总体还是细微，皆由主的圣爱通过圣智之创造，可通过尘世眼见之物得到证实。用智慧仔细观察某个具体物，你就会信服。一会儿我们还会讨论这样的具体的例子。取一棵树，或它的种子、果实、花朵、叶子，集中你的智慧，用性能优良的显微镜仔细观察它，你将看到奇妙的东西，而那些你看不到的更内部的东西则更加神奇。一步一步的观察次序，树木在其中从种子开始生长，直到结出新种子。仔细考虑一下，在每一步中是否存在进一步繁殖它自己的持续努力，因为它趋向的目标就是种子，繁殖力会重新存在于这种子里面。然后，如果你也肯从属灵的角度反思这一切，如果你乐意是能这样做的，难道看不出智慧的显现吗？此外，要是你能从属灵的视角足够深入的思考，你就会发现这个繁殖力并非来自种子，也不是来自纯粹一团火的尘世太阳，而是由拥有无限智慧的造物主置于种子中的。你会发现，它不但在创造的那一刻存在，而且之后持续存在，因为维护就是持续的创造。这个主不是说上帝创造了宇宙他就玩去，他走了不管了，他实际上一直在呵护着。就在这种呵护的过程，可以理解既是维护也是持续的创造，如同生存就是持续存在一样。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思考来说明繁殖力在创造中的运用。若拿走行动的意愿，行为就会终止；若丧失语言的思维，谈话就终止；如果力量消退，运动就终止。总之，若移走了原因，果就会消失，以此类推。事实上，在创造次序中的一切皆被赐予力量，但这力量凭自身成就不了任何事，只能靠赐它的主。在调查地球上的其他事物，比如蚕、蜜蜂或一些小生物，先自然，再理性，最后做属灵的观察。先自然这个词呢，可以把它翻成先物质，先从物质的角度来考察它，再理性的再分析它，然后再从灵性的角度来观察它，是这个意思。然后，如果能将思维提高到一个高层次上，你将惊讶于所观察、所觉察到的一切。倘若你肯聆听内心的智慧，你将惊叹不已。谁看不到这些事物中的神性呢？他们全是圣智的作品。若你观察受造万物的功用，留意他们是如何以自己的次序行进，
直到人类，再从人类通向万物的源头造物主，并且万物的联系以及万有的维护，如果你承认它啊，就都依赖于造物主与人的结合，那么这事实就更加明显。下文将看到圣爱创造万有，但若离开了圣智，则一无所成。好，这一部分就到这儿，我们就现在进入这个问题与讨论阶段。我把印的这个先打开。Hello, Yin. Yes, just as you were reading those last few pages, Guang, I could be thinking of what Jesus said, recorded in Matthew's Gospel, chapter 6. Have you got it, Lynn? Matthew's Gospel, chapter 6? Yes.Verses 28 and 29. Yep. I won't read it in English, there's no need, but yeah. I couldn't help thinking of this when Wong was reading those last two or three pages. I will read. Yes, please. 稍等一下，我把这个打开，我把这个打开。马太福音。啊，它这个跟那个文件好像。对，我知道。马太福音第六章。第28节和29节，何必为衣服忧虑呢？试想田野的百合花怎样生长，他们不劳苦，也不纺织。但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最威荣的时候所穿的，也比不上这花中的一朵。Thanks, Yin.Lynn, I once gave a children's talk in church. I took along a large artificial flower that I bought in Kmart or somewhere like that. And I took along a very similar one I had cut from the garden, a lily. And I showed the children how amazingly complex the one created by God is compared to the one created or made or manufactured by us humans. There's no comparison. 应刚才就是讲他在那个给小孩子等于是在那个星期天这个上这个星周日学校的时候，因为都是讲圣经嘛，他就是拿了一个人造的花，但是呢，就是他就想通过这个讲呢，就是真正的，如果是真正的花哈，就那个细节，就是这个主我们的神创造的这个，怎么也就是说人造的怎么也比不上这个自然的，就是我们主创造的时候，他都有所有的这个细节，就刚才的经文也是一样哈。就是说人造的最这个威容的这个服装啊，最好像最复杂的服装也比不上自然的这个主这个所创造的花中的一朵。Thanks, Lynn. Lynn, Guang, can you take us back to page 5 of your notes, of the notes you read, page 5?Yeah. The divine love and wisdom. Page 5, that's it. It says there, Lynn, the Lord looks like the sun to angels. Its radiating warmth is love, and its radiating light is wisdom. Mm-hmm. If you've still got your Gospel of Matthew open, can you just, Lynn, turn to chapter 17 and read verses 1 to 8. Yeah.
This is the transfiguration, and it is said there that Jesus appeared like surrounded, his face shone like the sun. So here's confirmation in scripture that the Lord in all his glory appears like the sun. Chapter 17, verse 1 to 8, Lynn. Yeah, thanks. 那个刚才就是印就讲咱们这个第五页上哈，讲这个主在天使面前显现了一轮太阳哈，就是他这个就是圣洁的光。这个对应的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一到八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领他们悄悄地上了高山。耶稣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脸好像太阳一样照耀，衣服洁白像光。突然，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和耶稣谈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如果你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摩西，一个为以利亚。”彼得还说话的时候，有一朵明亮的云彩照拢着他们，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了，都伏伏在地上，非常害怕。耶稣前来，摸着他们说：“起来，不用怕。”他们抬起头来，看见只有耶稣自己，没有别人。Thanks, Ian. It's really amazing, eh? Lynn, we've moved on to a totally new topic. And it's also a very challenging topic. The whole thing about God's providence.His care of us, why things that are unwanted and challenging happen in the world, why is there sickness, why is there war, why do people treat each other so badly, all that sort of thing comes up when we come to this question of divine providence. So it's a very practical topic.Very practical topic for us to turn to now. I know it'll be quite a long study, but I'm sure it'll be worthwhile. Before we look at the notes that I prepared, Lynn, is there anybody who has any comments or questions about the notes tonight or about divine providence? Just create a bit of space for people to ask questions. Thanks, Lynn.Thank you, Ian. 就是 Ian 就讲，就是在当今这个世界环境下哈，我们面临着许多挑战，像疾病啊、自然灾害啊、这个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面临的这个病毒啊、大流行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学习这个圣智哈，这一本书啊，我们可能就会。就是说理解可能会在一个不一样的水平哈。那个印建议就是在我们就是在这个学习他的那个笔记哈，他送给我们的笔记之前想给大家一部分这个时间，一点时间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刚才学习了这个圣智的第一章的一部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讨论的 ？Lynn， yes， 刚才广斌这边读到的有一段，这个就讲神在创造宇宙的时候，并非是
从相当于意思就是说从零开始，这怎么理解呢？从他自己，那是他那个文章是，就是他这个那块写的是啊，他自己就是主自己开始的，就是说并不是说 from nothing， 就是 from 零 from zero， 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好像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是就是他七天好像开天辟地就这样弄了创造了宇宙。对，那么但是这个他讲的是主是已经存在的，哦、对，主是。就是在这个创造天地以前，当然是这个意思吗？对对对，就创造本身，创造天地，就是与就是神存在了以后，然后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然后用七天来创造了宇宙。对，就是就是说，实际上出于主的爱，然后呢，就是说和这个智慧相结合，通过智慧这种方式创造出来的。但从字面上读的时候，我的理解好像他说并不是开始，那么从 zero 开始，那么就说他是很早就设计好了，然后再一下子在七天时间创造出来，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哦、那个广编能到那个 slides 我记不清是哪个了、就是、对，你看一下，就是意思是这个地方我不太懂哦，这就是在那个第六，对，这个就是第六，这个你从英文看嘛，我是看了英文，就是说就是说这个 Lord from eternity, right, created the universe and everything in it from himself, not from nothing. Yes, yes, yes. Yeah, so 主要是就是说绝对不是无中生有，不是无中生有，他是他自己、哎、他自己是一个 exist， 是一个存在。小一，对，明白，听懂了，还是英语看的比较明白。对，因为我看的是英语，所以对，可能就比较更 emphasize 一点。那个印啊，小一就是Thank you. From Chinese translation, she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what why you know God created universe and everything not from nothing because that was has been talking that.It could be big explosion, you know, all the other, you know, but the thing is that Lord himself exists. Exactly. Yeah, that's from himself, from his love and wisdom. Exactly, exactly. Shall we turn to my notes now? Yeah. I think it's very, very good to read your notes. Yin, that's really good notes. Yes, okay. And, also, probably after that, I want to discuss one thing. Go, that's fine. Let's from the in note, huh? 我们开始看那个 in 的那个他的这个写的这个 notes 哈、huh? 从第一页吧，智呢就是主的圣爱与圣智的治理哈、huh? 这个圣智就是providence。这个英语词其实就是有一种翻译叫天意哈，我们经常说啊天意如此，就是说实际上呢天意的意思呢也是主的治理哈，主整个的就是对这个整个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宇宙的这个治理方式哈，治理就是圣治。从一开始呢我们就必须明白哈。如果我们看不到上帝不仅仅是爱，而且他既是爱又是智慧，我们就不能理解主的创造，就是我们根本就没办法理解主的创造。如果我们不理解，就是或者看不到上帝既是爱又是智慧，这两体是两个是一体的，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的理解上帝的创造，也不能理解上帝如何掌管他所创造的万物，就是他创造了以后他怎么去管理的哈，就是他的道是什么，我们都实际上都不能理解。所以这个
上帝不仅就是既是爱，又是这个智慧哈、啊，爱，圣智和圣爱，这个我觉得这个啊、真的这一点哈、啊，其实真的是解释了很多东西，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经常有人说啊、听到有人说上帝就是爱，是的，的确，上帝就是爱，但爱不是孤立存在的。爱必须是与智慧相结合。比如父母都非常爱自己的孩子，但呢，需要呢，就是说很智慧的去爱他们，而不是就是这个，就是爱就成了哈。这我们大家都有这个体会哈。爱本身很容易被人利用或被人就是说嗯占便宜，就是他就等于是比如说你很善良，对一个人很好，这个但是人家好像觉得哦反正你爱我吧，反正就是去占你一些这个便宜哈，让你就是说最后达不到你爱的目的。孩子们也可能会说，因为我的妈妈爱我，所以他给了我想要的一切。或者妈妈也可能说，我很爱我的孩子，我很愿意给他想要的一切。问题是，这真的是爱吗？不是，这是放纵，他缺乏的是智慧。上帝爱世上所有地方的每一个人，但他对我们的爱都是明智的。如果我们说并相信上帝仅仅是爱，那么我们就期望上帝能满足我们向他祈求的任何事情和所有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平时就是祷告嘛哈，祷告的时候可能经常会祈求上帝来帮我们解决一些问题，或者赐给我们一些就是啊比较方便的事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我们相信上帝仅仅是爱呢，所以我们就会期盼这些东西。然而呢，上帝并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对我们的爱是智慧的，他知道什么时候给我们东西，怎么去给我们什么，要给我们什么，所以他是很智慧的。换句话说，他是按照他的智慧来表达对我们的爱，而不是我们自己想要的那个爱，所谓的啊。所以有些事情呢，他会答应我们，有些事情呢，他不答应我们。离开了智慧，爱就不成为爱，而离开了爱，智慧也就不是智慧。所以就是说，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哈。这个其实我们在平时生活中都有是有这种体会的。然后呢，就是所以在这个第五页呢，就是有这样的字，有这样的说法哈，就是说从主发出的圣爱与圣智是形成一体的。然后在第九页呢，也有圣爱与圣智作为一体从主发出，就是两者是互为存在的哈。然后第十页呢，写到就是说这一体以某种方式呈现于一切受造物之上。这其实这个也是有点好比较难理解哈，比较难想象。就是说这个主的爱和这个智慧成为一体，但是它呢又是一种，就是英文讲是 image 哈，就是说成像，就是怎么说呢，就成为一种这个看得见的，好像是看得见的这个像哈，它就是显现出来，落实到这个物质世界上，或者显现出来。本来这个爱和智慧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它以物质世界上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万事万物显现出来这个智和爱和智慧，所以我们说是成像。哦，成像语。所以就
不，它实际上就是降到我们人类可以能够感受到、理解到的这种啊，这个维度，是吧？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物质世界的人，我们只能靠我们的这个物质感官来理解这个世界，所以它必须要以一种能我们能够感知到的这个方式来显现爱和智慧，所以就是换一句话来说，就是实际上我们过去讲的就是。有时候讲其实我们觉得是都是实实在在物质，从这个天堂的角度来看还是一个就是一个成像，是吧？对对，是我们观察不同的受造物，就像史维登堡敦促我们做的那样，我们就会在万事万物中和它的背面看到，就是和它的里面了，看到这个圣爱和圣智。哎，这不是我的啊，看到圣爱和圣智。比如说我们取一棵树哈，或者它种子、果实、花朵、叶子，集中你的智慧，用性能优良的显微镜仔细观察它，你将看到非常奇妙的东西，那些你看不到的更内部的东西更加神奇啊！就我们在显微镜，我们在学校里做实验的时候都能看到一些非常非常神奇的这个成像哈。所以我们在这个创造物之中和其背后看到的不仅仅是爱，我们还看到就是主的智慧提供的这个奇妙的事物。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当我就是当这个印牧师他们住在那个阿德莱德的时候，他们在后花园里种了一棵柑橘树，印象就是给他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呢，这个柑橘类的这个树哈，就比如说橙子啊、柠檬啊，或者是啊青柠啊，到这个冬季成熟就可以采摘了。而这个季节呢是我们人体最需要啊的东西，比如说维生素 C 恰恰在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啊这些果实呢，它就是有充足的维生素 C 来供养我们。所以我又想到就是桌子上的一片叶子以及其中所有的小通道，就那个它那个叶子里面它也有这个不同的小通道嘛，使水能够沿着叶子的边缘流动。许多事情都显示出证据，上帝凭着智慧来运行他的爱，他的爱通过智慧来运行，就会带来预期的结果。就是上帝就是他的这个细节啊，考虑这些细节啊，爱他所创造的每一个物体，那当然就是更爱我们人了。我们这个啊、今天讲的这个第六页里边呢，讲到，刚才讲的那句话，最后讲的那句话就是说，圣爱与圣智创造了宇宙外万物，这个是在第四页哈。然后第六页呢，讲到这个永恒之主。即耶和华从他自己而非凭空创造了整个宇宙及其中万有，那个就是刚才小一在问的这个哈。印就讲比他更有资格的人会告诉你并解释这是如何发生的，能量是一切事物的核心，原子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旋转，产生了我们身边的固体、固态物体。这种不可思议的能量是从神那里流出来的。正是这种不可思议的能量导致了一切的发生。所以我们说创造并非无中生有。就像约翰福音一开始讲的，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么就是说所有的这个万物哈，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所以这段经文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啊，这个我记得就是算了，先不说这个，接着读哈。然后呢，这个就把我们引到这个第23页哈，今天广斌就是讲的这个第23页他的讲稿。创造不仅仅发生在创造的那一刻，而且之后持续存在，因为维护就是持续的创造。啊，印说的这个就是说我真是特别的同意哈，就是咱们平时就是做事情也是啊，大家都愿意去做这个新的事情，住房子愿意住一个新房子，盖房子或者盖一新房子，谁都不愿意去这个维护那个旧的东西。其实维护本身也是持续的创造，旧的理念是起初的创造，就像上帝给时钟上了发条让它运转起来，然后它就可以离开了，可以说从那以后被造物就自己顾自己了。其实并非如此，创造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来自上帝的创造能量不断的输入进入这个世界，就留住在这个世界里边，从而维护着已经创造的东西。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这个概念哈，创造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我不知道，就是你们过去可能我们都有这种，就是说，下意识，就是好像创造就是一时、一刹那的东西哈。但这意味着新的创造形式的出现，新的创造形式的出现，也就是新的物种和已有物种的变种。这个横杠后面可以说例如比如，就是说也就是说新的物种或已有物种的变种都是就是新的创造，是吧？对，是这意思。对啊，那现在让我们回到第14页哈，14页里讲到主的圣志使一切邪恶与虚假哈都能促进平衡、评估、净化，这样的结果是促进其他人里面良善和真理的结合。我记得广斌读到这个时候，广斌也说这个应该来讨论讨论哈。对，我特别强调这个非常难理解，就专门印在这强调了这个东西，你就往下读吧。好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教导，要接受邪恶和谬误已经悄然进入这个世界的事实哈，并由于我们的错误选择使之持续进行。然而主却利用了它，主超然其上，使之产生好的结果。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这么多就是灾难性的或者是不好的事情，或者非常不好的事情，主都能够把这些事情利用起来达到最好的结果。它促进平衡，这意味着它是一种选择，使我们不得不做出决定啊。它促进评估，意思是这些事情，比如我们学到的何为虚假，何为邪恶，可以促使我们评估自己的生命，从而做出决定。
就是说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可以就是给你就是等于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哈，知道什么是恶，它促进净化，意思是说，因为它挑战我们要做出选择，那么如果这些选择是良善的，我们自己的生命就会从这些邪恶和虚假中净化出来。Wonderful 啊，这是什么智慧啊Sorry, you had to have such a long time, Lynn.！Sorry，I'm sorry you had to do it all. yeah, we almost finished. Nearly there, nearly there. Yeah, nearly there. 它促进了其他人里面的良善与真理结合，其中一方面的意思是，当我们教导并与他人。也许是我们的孩子交谈，并向他们解释什么是邪恶、虚假的时候，就会有希望使他们从而确认何为良善、何为真理，就跟主教导我们一样哈。啊，那就是这就完了，底下完说了，对了。啊，Yeah, in I finish, but just wonderful, just so wonderful. 不过去。Does anybody else want to make a comment, Lynn? Because you said you had something yourself that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Yeah, I would love to talk about it, but ask others first. 大家有什么问题？否则我就先问了，不是我 What do you want to talk about, Lynn? Yeah, what I was going, you know, when I read the whole thing, I was thinking that in our daily life, we make decisions. Yes. We do lots of things, and really understand how to follow the providence, God, the divine providence, which is the way God making things,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So how do we actually implement love and wisdom, and how those things could work together for us? Yes, okay. Sorry. First of all, Lynn, we best live our life as close as we can Yeah. to God's teaching and the way He wants us to treat other people. Okay, that's the very first thing. Because if we do that, we're closest to God and we're closest to His providence. But when we depart from that, then we make it difficult. It's a challenge for him then to manage a situation that we've created by our bad choices. Yep. And that's as much as possible, we should try to avoid that. I'll just finish that for a moment and I'll come back to it. Thanks, Lynn. Okay, thank you, Ian. 就是说，刚才我就是说，这个爱和智慧，哈，圣爱和圣智，就是说，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我们是按照这个主的道，哈，或者是天意来行事的话，那么那就是最好的这个位了哈，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很难区分，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爱哈，但是就是是不是真正的主的爱，这个应刚才就是说，首先我们要就是说使自己能够就是尽量的和主接近，怎么和主接近呢？那么就是要花时间，要真正的这个学习主的这个话哈。这样就是说，真正理解他，这个是第一重要的。我也同意。However, sometimes we thought we're doing something out of love, but
It's not like the example you give as a parents. You know, everybody saying that a marriage is a good marriage is hard work. But I think if good marriage is hard work, then it has problems, right? Yes. If you really love out of God's love with wisdom, that shouldn't be a hard work. But we make it hard, don't we? We are the yeah. ones. Yeah, the thing is that sometimes. Yeah, yeah. Go. We love with our wisdom. Exactly. With exactly. our wisdom, yeah. because wisdom is first of all pure. It is. Loving. So, you know, just this is a James 3:17. But in 3:16, God said, where jealous, selfish ambitions exist, there will be disorder and every evil practice. That means that we thought we love, but actually, if you dig deep, maybe some of the selfishness hidden inside with, you know, that our thought may cheat us and also cheat others. Exactly. So when we make a decision, we have to really dig deeply to make sure and pray about it, Lynn. We mustn't forget. Sorry? We mustn't forget to pray. Yeah. Praying about things. And secondly, Lynn, we've got to be patient. When we have to make big decisions in life, yes, we might agree that we need to pray about it, but we also need to be patient. Because God doesn't sit on our shoulder and tell us what to do, but over a period of a day or 2 days or 10 days, feeling grows with us as to the way we should make that decision. And that feeling is ultimately from God. Yeah. So you may put in an application for a new job or a promotion, or you may book a trip to China, and it's going to be for 8 weeks or something. And before you do, is this, you know, you ask in prayer, is this what you want me to do, Lord? Is this the time for me to go? You know, there's decisions in there. And if you give the Lord time, then you'll get the right answer. Yes, thanks, Ian. 刚才我是说这个平时我们的这个真正做的时候有的时候确实挺难的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爱别人是出于爱，但实际上呢达到效果并不好，可能就是我们爱的没有智慧哈，或者是有其他的因素，这智慧是什么呢？智慧在这个雅各第3:17嘛，就是说智慧首先是这个纯洁哈。我看看这个中文的这个，就首先是要很纯洁嘛，然后就是说雅各。从这个天上来的智慧，就是从这个天堂来的智慧，首先是纯洁的，其次是和平的、温柔的、谦逊的，满有恩慈和善果，没有偏袒，没有虚伪。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我们是为了爱对方，或者是怎么样，我们的决定哈，就是为了爱。但实际上你如果要是深挖进去的时候，你可能能挖出一些你并不纯的那些东西来。所以就是我们实际上在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在做我们的决定的时候，就是说要真正的就是心里是非常纯洁的那种爱。这个是这个主的这个智慧哈。因为就是在这个第三，就是这同一个这个雅各第3:16节，3章第16节也说，
因为凡有嫉妒和自私的地方，就必有乱象和各种各样和这个做各种各样的坏事。就是说，你如果你不纯的话，你肯定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你会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就是说，这是相辅相成。另外，印就是也提到了，我们也要就是说，每件事情之前要祷告，要有耐心。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不理解主的那个他的时间哈是怎么掌握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说一心的就是这个忠于主，把主的这个意思理解得非常这个完美的时候，就比较有信心的时候，自己有信心，自己有平静哈，这个时候你再去做。我不知 OK，道讲清楚没有哈？这行，讲了清楚了，这个时间也到了，我看我们需要做一个祷告，然后让印正度休好息。是8点哎。哎，Yeah, 是。that's 8 o'clock already. And then don't forget, not my will, but yours be done. Yep. Sometimes we become so obsessed with our will. We don't listen to what the Lord's will is. We think we do, but we're not listening because we are so sure of ourselves, where we want to go or what we want to do. And I think therefore, divine providence really requires humility, willingness to put ourselves in the Lord's hands, willingness to put our decisions into the Lord's hands. I think humility is very important when it comes to divine providence. Thanks, Lynn. Thank you. 那个刚才印又强调了，就是说，就是耶稣的这个祷告词嘛，就是说是主的这个意愿，而不是我们的意愿。我们必须要这点要非常清楚哈，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这个听从主的意愿，而不是我们自己想做什么。另外呢，我们一定要就是谦卑真正的谦卑下来。这刚才说的这个神的智慧，或者是天上来的智慧。也是有这个意思的哈，就是谦卑。OK，Thank you very much。哪一位给咱们做个祷告，咱们结束。It's going to be a wonderful study, Guang. Yes，Yes，Thank So wonderful. you，Thank It's going you。to be a wonderful. 呀，给你方便吗Let me just say one other thing.？OK。And that is, as we go along in this study, we'll come across a reference to what Swedenborg says is the stream. You know what I mean by a stream? Like a creek, a small river. He talks about the stream of providence. Now, that's an image which is very helpful. Because we are like people in a little rowing boat on the stream of providence, and it's gently leading us forward. Okay, it's gently leading us forwards. But sometimes our boat gets into difficulties, and usually there's a good reason for stopping and asking, well, why is that? Perhaps we're trying to force something to happen which the Lord knows is not in our interest to happen. I just say that much, but we'll talk about that from time to time as Thank this study you. goes along. Thanks, Lynn. Thank you, Yin. 刚才 Yin 又强调，就是说这个，我们不能这个忘记哈，就是在我们学习这个瑞公的这本书整个这个将来的哈学习越就是将来一边学习你会理解，就是瑞公讲的是一个像河流一样的，就是说延续
源远流长的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他也强调了，我觉得也有一些秩序在里面哈，就像我们的船在小河中这个行走一样，就是不是说一个这个瞬间就能完成的，就是说一直在行走。那行走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你能够发现，就是说哪条路是对的。另外呢，有的时候偶尔的时候，你可能就是遇到了障碍，你的小船不走了。这时候呢，是不是就是主就是告诉我们，你要停下来，要好好反省一下，或者是停下来做其他的准备，而不是就是说偏要就是一定要就是说往前行，使劲的就是等于是斗争往前行了哈，就是说一定要每一步都来这个听主的召唤。OK, thank you very much. 雅哥你方便吗？做给我们。雅哥说他不方便。啊，对，不方便。对不起，那还就是说吧。Thank you, Lin. Thank you, Guang. Thank you, Yin. 谢谢广斌。谢谢。说你方便吗？Dear Heavenly Father, thank you for teaching us this evening, Lord. And we know that you created universe out of you, because all of universe is in you, Lord. And thank you, Father, we are part of your creation, and also our surrounding is part of you, Lord. And so we are, it's so privileged, yes. And such loyal we become your children and also your creation, Lord. Thank you, Father, for us to more and more understanding that our faith is such meaningful and just like in Dallas, in Lao, saying that one created two, two created three, mm-hmm. and three created the universe. Mm-hmm. And thank you, Father. We, it's like a Eastern philosophy and your theology and, it's bonding together, so it's more easy for us to understand. Thank you, Father. We pray for such wonderful receiving for tonight. And we also ask you continuously to pray for our Pastor Ian and let him more, like today's feel more cheerful, and it's the color on his face is more more beautiful. Thank you, Lord. We pray in Jesus' wonderful name. Because we all like you, we all like you, such holy and beautiful. Thank you, In name of Jesus.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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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Wish you good health. Good night, Yi.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comment.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everybody. God bless you. Thank you, Yin. Keep safe. Bye. Bye, Sarah. Thank you. Bye. Yeah, bye. Bye, Yin. Bye. Good night. Bye-bye now. Thank you. Bye-bye. Bye. Bye. Good night. Yeah.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Bye. 好，咱们大家继续。这个新的书还是蛮 challenge 的。哎，是要更加动脑筋，就是说怎么如何来理解，所以今天硬讲的这些东西真的是挺好。对，我们现在找到了一个解释的比较好。
找了一个比较好的办法，这个每次把这个讲稿呢，对，提前给印，他会根据他的理解给我们加一些评注，帮我们把有一些比较难点呢，给我们做一些深入浅出的一些讲解。他可以连起来跟圣经里面讲的比较，就是连起来以后，我们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对，是这样。那要我们大家麻烦广斌兄把这个translation of 那个 Ian 那个这个也发，每次都放到网上，发到那个灵性的群里面。哦，灵性群里好。那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体会啊，就是今天就是学这个，哎呀，我就觉得主创造了我啊 ，out of 他的这个从来自他的这个爱和这个智慧哈、啊。还有我呢？我当时想的就是我自己，我比较自私啊。哟，没考虑到我呀，嗨，没事，你不能不他说他自己呢，你不能说那世界上70多亿人呢，一个一个都想咋办？我就是说我自己的体会，我还没说完呢，少，你等我说完了你再说好不好？哦，那行，那待会儿把我找不上啊。这个他怎么就知道他自己？那个我就是想，就是说我以后千万不能觉得我自己聪明，自己怎么样。主创造了我是用智慧。那我这点算什么呀？就是被造的嘛，是不是？就是说这个主是最智慧的，就是说他的智慧那么高，然后他创造了我，我就觉得我自己很那完了，我们更完了，我们在教授幸运啊，非常幸运啊，就是自己这点这个出于爱做的事情，或者是做点什么事情觉得好像自己有点小聪明，这叫什么呀？什么也不叫。得，少你想跟我在一块儿吗？我不是我没哪能跟您在一块儿，我得在后头，我在下边那台阶上。因为你好，我们哪敢？我们抬头望着教授，我这脖子，我往上看。脖子酸点儿。不是，我真的是觉得特别特别的这个 humble myself， 就是一下就是那种 humbleness， 我不知道这广斌这个应该谦卑下来，谦卑，就那种谦卑的那种感受吧，真的是真的就是那种，阿门，谦卑的，非常厉害。人很难做到，就是有时候时时要提醒自己。真的是这样，谢谢您的分享，我今天听了以后我也很 amazing， 就联想的也很多，就是上帝就是创造了这么一个宇宙，然后非常不可思议的话，就是从一个小的一个分子一个量子就有能量在这边转，然后这种能量就不停不停的转，然后宇宙也在不停不停的转，就它的这种能力就是说简直是我们用人是无法能够就是想明白的。然后我就在想，有一次我看到一个2分钟读懂圣经这么一个小视频，他就讲的就是我们最伟大的那些科学家，比如说爱因斯坦啊、牛顿啊，然后最有名的那些这个世界上著名的那总统啊，就他们把他们讲的那些话罗列起来，2分钟读下来以后，我的感受就是真的，你越是比如说搞科学的人也是这样，就是搞到最后研究到最后，就是你没办法解释的，这个就是这种能量，这种万物的这些奇妙的东西都是从上帝来的，所以人是没办法全部了解的，真的是很微小，我跟那个灵的感受一模一样。谢谢大家，感受可以分享吗？我今天说的比较要不然大家先说，我等会儿再说。不用不用不用那么谦卑，这个如果大家冷场了你就说就行了。
我们就是说天人合一哈，是就是说咱们中国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原理哈，天人合一。后来我今天也是在体会这个天人合一，实际上就是说就是要符合这个天道是吧，天意天道。天道是什么呢？就是爱和智慧的结合。所以我今天就是说想到那个雅各第三章哈，讲的那个从天上来的智慧，哎，我还真的就是阅读越有这个感想，就是说我们做事情要本着爱，但是这种爱呢是主的智慧的爱，并不是我们自己的爱。我们自己的爱有时候往往会爱错，会做错的事情。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就是有各种各样的sin了哈。所以就是说怎么能够正的以主的爱，就是主的爱和智慧的高度结合，首先就是纯洁的。所以就是刚才我就特别有体会的，就是雅各书三第十六就讲了嘛，凡是你是有自私的地方啊，有嫉妒的地方啊，就是会有这个英文它是 disorder 和 every evil practice。 所以就是说平时我要做事的时候一定要深挖自己是不是纯洁的，真正是谦逊的，满有慈恩，没有偏袒的，没有虚伪的，这样的本着这样的这个爱去做事情。要否则的话，我们做出的事情肯定就是乱的和不好的事情。所以这就叫天人合一。所以我今天又有一个体会，非常感谢。不讲我就讲了，你们讲不要冷场嘛。讲你讲讲啊，我今天就在有一个地方我不太想得通的，就是说也是不太弄得懂，就是上面就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思考，你读的时候在思考，就是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以后，然后他不是说就不管我们，他一直在维护着这个事情，这个维护本身就是一种不断地在创造。这个东西一个是这个理解，第二个他就说新的物种新的创造，这也是在维持着一种，就是你这个整一个世界不可能一成不变的，对不对？那么我就突然就想起来，那么新的物种新的创造，那我们这些 virus 的 mutation 也是新的创造吗？这怎么理解呢？这个在史维顿堡的这个圣爱与圣智的这本书里面呢，有一个地方讲过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这个世界上啊，这个物质世界上那些凡是对人类有益有好处的这些东西，不管是动物也罢还是植物也罢，都是一种这个灵界的良善的力量，或者良善的一些作用的这个象征，或者说一种对应。而那些对人类有害的，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实际上是代表着那种邪恶的，或者是从地狱来的，代表的那种力量，那种势力的对应。上个礼拜我们学习的时候，印曾经提到过，这次新冠病毒就是实际上是在灵界的一场善恶的一场大博弈。所以你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这个新冠病毒是从哪来的呢？我觉得它应该是代表一种邪恶力量，代表一种从地狱或者从这个最阴暗的角落里面是生成出来的一种邪恶。我是这样理解的。谢谢。非常广斌，那个其实刚才我读的那个雅各书哈 ，James 三十六也是这样讲的吗？就是说凡是有这种有私欲呀什么这种的这个地方，
他就是one the disorder every evil practice. So as the result of that, it could be this virus, right?你得说中文，你不说中文。哦、oh, ，sorry， 就是说，嗯 ，sorry， 就是说这个，雅各第三章，就是雅各书第三章十六，就是我今天就是看的十七嘛，完了我就看了，觉得特别那个有体会的，就是因为凡是有这个嫉妒私欲的地方，就必有就是混乱和这个各样的坏事。或者坏做坏各样的坏事，就是说这些坏事就是刚才这个广斌讲的，它是从这个地狱来的，从撒旦来的，撒旦来的，这就不是主创造的。但是主允许它存在，是因为主正好就是那一段就可以就是使我们就是平衡啊什么，就那一段那个哪去了我看看啊。对，是这个邪恶和良善的这种力量相互之间有一种平衡，才使得我们有了我们的根据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才能做出选择。对，如果我们没有这个选择的话呢，你随着你有只有良善的选择那么你这个所谓的得救或者是拯救就没有意义了。拯救必然是你在自由选择的情况下，你有自由意志的情况下，你有走邪路的可能，你有走良善之路的可能。这个时候你选择走哪条路，哎，这最后才这个选这个拯救或者是这个救赎才是有意义的。对，反正就是说印今天讲的也非常好，非常明确，就是说平衡呢，它就是促进平衡，它意味着它是一种选择哈，需要做出我们的决定。然后评估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学到何为虚假，何为邪恶，就是说我们自己能够判断评估。然后呢促进净化，就是刚才这个神的这个智慧是首先是纯洁的嘛，对吧？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纯洁的，所以要促进，最后它是促进了我们的净化，让我们就是说从邪恶虚假当中净化出来，所以这就是天道了，这就是天人合一了。最后对你刚才说那个评估那么还可以去数据评估、那个、评估还可以以为还可以认为就是比较，哎，你会和那些不管是好的呀坏的呀出现的这种情况，你就有了机会进行比较，和你进行、啊、和周围进行比较。对啊，所以你会认识到什么是这个邪恶虚假，并且什么是良善和真理，是吧？对，谢谢。谢谢广斌，我就想起来今天下午在读那个试探的时候，就两个东西实际上是算灵和邪灵都是同时存在的，就上帝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允许他们这两个同时存在，然后你就是说他总是不断的就是看你的天平倾向哪里，如果你倾向良善的这个地方呢，那么算灵就跟你亲近，天使就跟你亲近，然后你如果倾向到属世的世俗的邪灵，那么就跟你非常接近的。然后而且我们很奇怪的是，我们爱主爱的越深，那种邪灵的试探就越强烈，真奇怪哦。实际上现在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也是一样，就到底是有害的东西是邪恶这么带过来的，有利对人有利的东西是上帝灵算这边带过来的。所以有时候就是很难在具体事情的时候如何来鉴别，如何来思考，这真是一个要智慧，没有智慧稀里糊涂的这一辈子也就过去了，还没搞清楚就被邪灵带走了。所以
在每一他所以说今天那个试探这个书上也是这样说，就在每一件事情上，每一天的这个事情上，其实我们每天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和挑战。到底选择，到底是你这个就像刚才讲的，婚姻还是 be working hard。然后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婚姻就是你种花种菜 gardening， 你要不断的去 maintenance， 不断的去 hard work， 然后你这个婚姻才可以维持，这个婚姻才可以。但是今天这样，这个问题就是，今天这个解释应就是说的，要这就好像这个如果是要 working hard 的婚姻，就不是就是你聆听了主的教诲不智慧，就说。这是我实际上应该，实际上就是应该我的理解 ，peaceful， 很平静的，就是刚才就是我就把这些东西串起来，脑子里在想，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很难的。这么难在什么地方呢？我没有智慧，就是说我可以有爱心，有爱心比较容易嘛，你只要爱人家，你这个，但是你要有爱的有智慧，或者是你维持这个婚姻，或者是你这个 garden 做的时候，你没有 maintenance 的时候，我种的菜都被虫吃了，对不对？那你这个东西你就怎么理解呢？对，所以智慧，刚才我说了半天，这个我理解的智慧，首先就是理解，他那个就圣经上讲的非常很。所以这次的新的这个章节的学习，我们要稍稍慢一点点，因为很多东西都要想明白了再往前走，就读明白了再学下一章。好，真的，这个比较要有时候会 confuse， 不容易那个。然后就刚才应在讲的这个也是一样的，每天。你 face to decision， OK， so 我的教会的那个王牧师讲到也经常讲这句话， before you make a decision， first things you need pray， 就是你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首先就是先要 pray， 然后以平静圣洁的心来 pray， 然后你再去做决定。然后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你决定了以后就顺其自然，不要太像划船一样的，因为有时候划得太厉害了，还偏方向了，你还拼命在划，这就不对了。这就今天也是应的这个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对啊，就很有意思的，就是你连想起来，其实我觉得从圣经从我们平时的这个实践来理，就是说来体会，其实你要是真是就符合了天道啊，你的决定。就是符合了主的意愿，那么就很 easy 了，是非常平静的，非常 peaceful。对啊，他就给你这个果。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呢？这是最最难的事情。First of all, with pure. First of all, pure, then peace-loving, considerate, submissive, full of mercy and good fruit, impartial and sincere. 我觉得这段真的讲太好，今天背了好几遍。首先是就是纯洁的、和平、温柔的、谦逊的，那你要谦卑下来嘛。满有恩慈，那就是实际上就是良善了，善果，没有偏袒，没有虚伪，就是说你不允许半点自私。也不要去装，所以我就说，有些时候自己要真的坐下来好好深挖自己，我这个决定是不是完全是真正的纯粹向主的，或者向他人的。广斌，你有什么体会？哎呀，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越学越觉得，神的智慧
和人的和人的这种这种这种能力或者人的这个容量，简直不说不仅仅说是不在一个量级上，简直是一个是一个是无边无沿的，一个是渺小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地步。这个学习史工的东西呢，使我们不断的有能够给我们不断的有亮光，不断的能够给我们提醒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理念，或者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领悟一些很重要的东西。这个对于我们的人生这个意义很显然是非常重大的，非常重大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也很遗憾，我觉得这么好的东西人们就老是反对它。今天我在翻译一段那个话的时候，就讲的这个史工书上也讲的这个，就是我们世界上所有的这些教派，不管天主教啊还是福音的，就是这个路德教实际上就是这个福音派嘛，然后达尔文派的就是不是加尔文派，不是加达尔文啊，加尔文派就是那个所谓的这个是叫什么更正教什么，还有各种各样的教派啊，改革宗吧，啊对，改革宗，还有各种各样的教派，这所有的这教派都是以教义，在教义的基础上，就是我有这样的教义，你有那样的教义，在教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个史工讲，如果大家都遵循主的话，都以爱主和爱人作为你的最最核心的东西，你那些教派的问题都应该不存在，没有存在的必要。或者说你即使对于圣经对于神的话语的理解有不同，那是你个人的事，不要把它弄成一个派，一群一群的，一派一派的。这个希望就是史工就是提出来的，希望能够大家这些所有的教会都能合成一个，这个大家都是以爱上帝爱人作为最核心的。这个能不能实现呢？我本人是很悲观的，我觉得好像因为就好像我们人类就是这个样子，就他一旦这个固执起来，说是他认那么一个死理，他就不管别的了。其实广斌现在真的好多了，你要比这个几十年前，现在真的好多了。现在各个教派他没有那么强的这个 stronghold 了，他不是那么特别顽固的了。他经常有一些就是说所有教派都参加的共同活动，我都参加过好几次。那就好。斯威登堡的那个西人的教会，我说斯威登堡啊，他就是他的这个有三条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我读的那个斯坦上面就是真的非常重要的三个，其中一个就是要叫大家所有的教会所有的这个读圣经的这些人都要真正的去思考，就要把那种传统的教育要进行重新思考，实际上就是刚才那个这个广斌讲的，只有在大家统一在这本圣经底下好好的，就像我们说这个全人类一样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国家实际上都有各式各样的矛盾，各式各样的，但是如果真正的大家都能在爱和智慧这样子一个光照底下生活的话，那多美啊。但是这是一种就是目标，但是如何来达到这个目标确实是要经过很多代人的一点点的努力，也可能是越做越好，也可能越做越坏。这是一种很奢侈的一种愿望。比如说这个就是这个试探这本书，我曾经发给一个基督徒群里面，
其中那名好像比大部分人没说话，但是有一个人好像比较非常感兴趣，结果呢被别人骂，别人骂的不得了，就是他们认为一听说是属于多宝东西，那简直是异端邪说，那简直碰不得。哎呀，我觉得我也没办法，我只好不说话。因为世人不理解他，他们只非常片面的，就是先入为主啊。对，人的弱点就在这个地方。其实不光是斯威顿堡，还有什么桃树啊。其实我在那个网上，就在那个斯威顿堡的那个网站上，和那个我那天去订书嘛，就看到也是，还有很多其他非常有优秀的这种写的那些著作，其实讲的东西也都是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实际上人的思路和思维应该看不同的东西来，才有能力去思考，才有智慧。如果你光先入为主，老是去人家一个新的东西弄出来马上就去反对，实际上这本身就是一个人的，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那你就不会有智慧。所以这个智慧非常重要，但是又非常难得到。这个智慧要从天上天的这个，所以我们也是运气，真的天上帝给了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就是随心所欲的，然后又可以自己去思想，又可以畅想，又可以去学不同的东西来充实自己，让自己的灵力这样能够长进，这个真的是很好的。我就说真的希望硬的身体好，我们接着往下学，我觉得越学越有味道，真的是这样。越学觉得越难，就是要理论上讲可能还容易一些，每天去做的时候，因为你光学了不用的话，你这个灵命还是不会长进的。确实如此。这个我觉得史威东宝的东西呢，和传统基督教的一个比较重要或者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实际上史威顿堡这些东西学了以后呢，它应该主要是对内，对什么？就是每个人对自己，让自己的内在怎么样能够提升，不要老看着别人，老盯着别人。其实一个灵命上的增长跟人家没关系，主要还是自己内心，就是我们到了最后走上到哪一条路上，是进窄门还是进宽门，这跟任何人都没关系，实际上就在于自己的这个行为，然后自己跟主的亲近，然后主才会给你开哪一扇门。那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都不是说我马上要走，明天要走，走了上天堂去了就可以决定的。实际上从我们还没生出来以前，上帝已经知道了，上帝已经知道你的智慧在哪里，你的情况在哪里。实际上就是，但是我们他又给了我们自由选择度。那如果我们你已经知道这样一条路，但是我们偏偏的要去选择跟邪恶在一起，做就是跟世界讲的，跟世界里面做那些坏的事情的话，那天使也帮不了你，上帝也帮不了你。其实就这么回事，我自己这么现在学到现在，自己心里是这样在想。所以每个人的灵命成长真的还是要靠自己，当然也是互相的学习，这个教会里的学习都非常重要，但是学了以后要自己要去行出来，这就是最难的了。
咱们其他那些这个静音的同胞们说说话。今天雅哥在不在啊？雅哥在啊。那雅哥静音，大概 不方便讲话。艾米今天有没有来？刚才在路上，现在不是。艾米到了。哎，艾米，你现在已经解除这个囚禁了是吧？艾米的这个喇叭还关着。啊，我知道他的喇叭还关着。熊的喇叭也关着。以前就没有这么强调过，爱离了智慧什么也做不了，智慧离了爱也什么做不了。本来就觉得人只要充满着爱，好好的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本本分分的做人，那就好。其实实际上没有智慧也做不好事情的，这个智慧真的要求上帝给我们，然后我们也要多亲近他，上帝才会给我们，实际上就这么回事。对，今天晚上就学到这一点哈，这个从来都没想过这个事情，这次今天晚上真是收获很大。对，菲大姐，你听到你的这个声音非常高兴。我是静静的在听，你们都讲的挺好，真是给我很受教育。我今天晚上对这一点的话，我也真是深有体会，从来没想过因为那个上面举的那个例子也很好的嘛，就是耶牧师讲的，就是那个孩子和妈妈的就是关系，妈妈爱孩子，觉得东西给要孩子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好像就觉得是爱，那孩子也是这样。认为的妈妈能我要的东西妈妈都能满足我的话，等于说妈妈是爱我的，但是有时候并不是有些东西需要，有些东西并不是说完全满足了就是爱，就反正是都要有智慧，才能培养出一个那个好的孩子，就是爱孩子也要有那个智慧。我觉得这个真是一直也觉得很深刻啊，我真的今天晚上对这个觉得学的真是收获不小。因为我都大家都讲得很好了，我是讲不来的，所以我都听的认真一点，想多学一点。很好，你讲得非常好。谢谢。对了，谢谢大家了，每次都讲的都挺好的，我是静静的听。谢谢大家了。所以我们平时其实有时候也要考虑，是不是就是智慧的爱哈，就这样。好，大家还有要说的吗？还有一个，你那个他这个上面有个讲小蜜蜂，这是印的这个 notes 上面，就是先要自然，就是你他一个小蜜蜂嘛，总是生这个上帝创造了以后，那你首先是看到一个很自然的东西，然后你再去看小蜜蜂的行为，然后你再去分析小蜜蜂这个在做什么。或者你要真正的要去听懂他们那些讲这些话的，你怎么去理解这小蜜蜂，你把那个东西能不能再给我看一下，他是怎么讲这个话，就是他有一个次序在里面。等一下我看小蜜蜂讲到那个等一下比喻，他好像不是讲的小蜜蜂，我看啊，我往上推着，你看说到哪儿，你看哪个地方，你就说停下来啊。他要说先看自然，然后他讲的很好的，但是我现在就他是应该是在那个
不是在那个解释里面，是在那个广病毒的那个里面那个。哦，是在广病毒的这个里面。病毒的那个圣智与圣什么里面，对吧？不是，哎，对，我好像应该在这、啊、有可能。对，嗯，反正很后面的，已经讲到总体，无论总体还是虚，已经讲到这个因果关。有了因和果就消失了，在这个后面，反正有个地方讲小蜜蜂的，我没弄懂。然后这里是不是这儿是吧？来，对了，对了，对了，对，对对，先自然，再理性，最后做属灵的观察啊！对对对，就这个东西。对，这个刚才对很有，我刚才看的时候就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好玩，但是一下子就，然后最后再我的理解就是先看它。自然存在这个东西，然后再看看他们是小蜜蜂、小生物，他们是小蚂蚁，他们怎么去工作的，然后再看他们是属灵的去观察。对，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不同的层次上，先从物质层面，先把它的自然道理，它把它生理机制啊，它的物理特性啊等等这些化学成分啊等等，把它先弄清楚了，先了解了它的这些过程，然后呢？从理性的角度，比如说，哎，它怎么合理不合理？它怎么为什么这么合理呢？为什么这样的对我们人类有用啊？等等，这个理性的再来理解，在这个基础上，再升华到灵性的层次，把从永恒的生命啊，或者从上帝的创造啊等等这个角度再来理解的，是可能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先从物质的层面，这个自然的翻译的不一定对。你看它英文是 first physically、先看到它这个小蜜蜂一个形象一个蜜蜂真正的在这边，就说你先然后再去看它在做什么，对，来理解，然后再从理性的层面再理解，最后再从灵性的角度上，灵性的高度上来领悟它。嗯，很有意思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是话题外话，就是一直在教会里面也这么多年了，但是每次好像给我的教就是牧师讲的那些，好像是只有人有可以进天堂的，就动物死了以后他们没有机会上天堂，是不是有这个说法？在天堂里面，世界上的所有的东西，植物、花卉、这个动物，它天堂里面都有。但他们没有灵，不是像有灵性的一些东西，他不可以做天使的，就是说他们就没有像人这样可以有属灵的那种天性。其实我们人生出来的时候，今天也是这个试探这本书上才，我也是才第一次考虑到这个事情，就人生出来的时候，实际上这个灵已经在天上存在的，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对，我们在灵性世界，在灵性，但是动物，他们说动物就没有，我不知道，所以我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在讲蜜蜂，我就突然把这个问题连起来想，所以我就一直在就在好像没地方提到这个事情，不知道斯威登堡的书上会不会提到这些。这些动物都是存在的，但是动物的存在的这个，他们就是没有这个像我们可以做天使，有创上帝创造了我们以后都会有用的，就是说以后都要用到我们，但动物好像就没有。对，它是最根本意义上不一样。首先，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是你就长得那个样子像是上帝，不是那个意思。最近我读到一些东西，我就感觉到它的解释是，你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实际上就是你具有上帝的那些爱呀、那些智慧的那种可能性，有那种潜质。哎，另外呢，上帝创造人类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创造一个以人类为基础的天使天堂，所以这个天使天堂，天堂的这个整个灵性世界的最高层次里面，它是以人为核心的，以人为主的。而在人所在那个天堂上所生活的那个环境中，比如说你也有宫殿，你也有很好的房子，穿着很漂亮的衣服，根据你的灵性和你的智慧的层级，
你穿的衣服的华丽华美程度都会有变化。如果你这个智慧很差，或者你的爱心很低，在那个地方呢，你是穿着服装就肯定不会那么华美。你所居住的环境里面，你的花园啊，你说树上那种结的果子啊等等，都和你的这种状态有关。你的状态越优美、越纯洁、越高尚，你周围的花园里面的动物，包括那些鸟啊什么那种，就甚至有那种非常奇妙的那种禽类啊，那等等都会有。但如果你状态不好的话呢，那可能就是，那就很差或者很丑陋等等等等。所以你说的这些动物呢，它只是好像在灵性世界中是一种人的状态的折射，而不是这个动物本身，它并不是像人一样是独立存在的。我们每一个人到了灵性世界都是独立存在的，动物不是独立存在的，我是这样理解的，不一定对。林，你有没有读到这些关于动物的这些？林，你在不在啊？他去。我在。那个，这个东西好像水灯宝也没有，因为很多人都在问嘛。就是那个，我看那个，Off the Left Eyes 那些人讨论，很多人也都在问，说我的狗能不能进天堂？他们怎么回答的？我忘了，我因为我没有狗，我也不喜欢，我也没有养狗，所以我没太关心。秀莫是呢，他也不开开来。你是不是关心你们家狗啊？都要关心的，我这是第三条狗，前面两条狗都走掉了，我还蛮怀念他们的，但是我就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然后那些小蜜蜂啊，这种虫子啊，它们的寿命很短的。蝴蝶啊，有的像那种这个 jellyfish，那个有一点是肯定的，都很短的，寿命都很短的。好像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们没有那个零的层级，它们那个我也是，它们我们的牧师也是意识，但是没有那个零，所以它们不会进天堂。他们的存在，他们的被造都是为了人类的存在，或者人类的这个提升啊，物质的存在，生命的存在，在生命的存在的基础上能够提升灵性，能够最后准备进天堂而打的基础或者做的陪衬。比如说植物是为了让动物能够吃到植物，能够他们能存在，然后动物呢，然后也作为对人类的一种供养吧，最后人类是都在这个物质世界是最高层次，当然到还有人还有往上提升到灵性世界的这个可能，动物好像就是他们不能到那个层次，没有到灵性世界的那种必要或者意义，但是在灵性世界里面他们的形象还有存在的原因可能是只是一种对应，而不是说他们实际上作为个体存在。但也有那个害虫嘛，就是像病毒什么这些，像我那个菜园子里那些害虫。我今天就在想，一样的道理 ，garden 也是要蛮。做的很好。在天堂里面应该没有害虫，在地狱里面。很奇妙的这个世界，所以有时候真是不可思议，越多想越想。越静下来想想越有意思。我看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好不好？到这儿吧。好、哎、谢谢吧。大家晚安，谢谢大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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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